贝勒大学建立于1845年，为美国德克萨斯州韦科市，是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的私立研究型大学，既是德州高等学府中历史最悠久的大学，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浸信会大学。作为一所老牌的百强名校，贝勒大学在教学、学术研究等许多领域都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。在2021年 US News 美国大学排名中，贝勒大学排名第76。2020年共收到1163份转学申请，录取人数为1071人，转学录取率为92%，超过新生录取率68%。国际转学生春季申请截止日期为11月15日，秋季为6月1日。申请转学到贝勒大学需要准备以下材料：网申、官方大学成绩单、官方高中成绩单、SAT、ACT 成绩、语言成绩、托福不低于80分、雅思不低于6.5分、PTE 不低于60分、多邻国不低于110分。财政援助申请表。转学申请者需要注意的是，最低 GPA 要求2.75以上，某些专业要求在3.0或3.5以上。大二学年结束之前建议递交转学申请，因为必须在贝勒学习至少60个学时才能获得学位，在原学校是良好的学术状态。官方成绩单如果不是英文，则需要通过 ECE 或 WES 认证，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豁免语言成绩。官方成绩单显示，在美国大学 full time 至少1个学年，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学校进行至少1个学年的全日制学习。好了，贝勒大学的转学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美本转学的信息，欢迎扫码联系我们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的。下期再见。